哇！你咳到扯蝦咁，冇事啊嘛？冇嘢啩？我呢排轉天氣，所以先咁樣。你會唔會係有哮喘呢？嚇！咁大個人點會無啦啦哮喘啊？哮喘唔關年紀事嘅喎，亦有人喺成年之後先第一次俾人診斷患有哮喘嘅。不如你星期三晚打去醫生與你問下啦。咳成咁啊！我都係喺社交媒體留言好過啦。醫生與你星期三晚8:00港台電視31。